好，我是子乔，现在是五一假期呢，所以我才写了一半作业。小伙伴们是跟我一样的吗？现在呢，妈妈说圣龙楼底下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，走去看一下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换一个大一点的，那边那个大一点。疼不疼啊？不疼。好啊。快点超大的马，这个。你去找做一个徽章吧。走。我踩在你马身上。我要捏一个漂亮的五角兽的马。倒回杯，刚好上杯。哦，几点钟的晚餐？开始吃吧，已经十点了还吃晚饭，这是夜宵吧？对，下班晚没办法。嗯，快吃，来，吃吧，吃吧。对，忙碌的日子里，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小幸福。对，爸爸妈妈上班忙，你好，听话，宝贝啊。嗯。嗯。好脆，好吃。妈妈这么晚回来了，做了米汤，这个还炒了菜，热热馍，速度挺快的嘛。我爱吃馍。张思瑶的眼睛跟你说，就瞄着那块大，一下就扎下去了。哦，那我这没有心机嘛，我挑了个最小的。原来是爸爸妈妈让着我呀，谢谢爸爸妈妈，小鸡，拜拜。Yo!